香港小姐2024首轮面试入面，高183cm、自爆上围有100cm 的张月成为焦点。原来张月曾经参加2020亚洲小姐竞选，当时仲被视为大热，不过最终落选。当年24岁就参选亚姐的她，又后生又靓女，以高挑的身材和突出的上围成为大热。对于当年最后三甲不入，张月在赛后受访就说觉得很失望，仲话自己应该是前三名。而家隔了4年，张月为了圆选美梦而参选港姐，身材比起2020年的时候更加澎湃和丰满，凭身高和身材再度成为赛前的焦点。